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 今天呢，我们在尔湾的 Potala Springs 来看一个尔湾公司的新盘。那这个盘呢是 Highland， 它呢有三种户型，户型 1,2 和户型 RX。 那我们今天要参观的户型1呢是四房四卫带有二楼的 loft， 它的尺寸呢是2536尺，那么现在呢是121万起，有可以30天内交的房，也有要等到明年1月份可以交房的哈，也就是说也有现房也有期房。那么这边呢是属于在尔湾离 Outer 很近的哈，在尔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，上北下南左西。Potala Springs 呢属于在尔湾的东北方向哈，那它的北部，它的西北方向就是尔湾的花果山了，那它的南边就是森林湖，所以它跟 Outer 啊还有森林湖都是路接的。去什么地方呢也都是非常方便的。那这个盘呢它是有一些选项是可以看到景观房的，可以看到 Potala Springs 的山景，所以出行啊购物啊都是非常方便的。好了，今天让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新盘的样子吧。
来参观过了这栋四房的房屋呢，不知道你有何感想呢？那么 Portola Spring 的这个 Highland 啊，它是完完整整的 single family residence，也就是独立屋，有自己的行车道，车库门前可以趴车，不是跟邻居共享的那一种哦。而且它的占地呢，都相对其他新房较比，比较算大的，一般都是4000尺以上啊，4000尺以上的占地，所以你可以有一个不小的院子，可以做一些什么泳池啊，或者是户外的一些你喜欢的设施啊，或者是种个果树什么的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个盘呢，记得联系我。如果你对美国房产有任何问题想咨询我的话，也随时联系我哦。我是 Mina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关注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